心，有这点心格，咱点到这尼啊顺的意思啦。这是咱道母的灵格啦，现伫这尼啊顺的心气呀，咱就转一清净，这拢是天缘的灵性。予咱在世现证，照着真纯的天性，咱只有一证伫咱即时阵。即是咱发下，阿母啊，爱予咱的命，即点神啊，伊的本性，咱只有看出现诸事啊。这是咱通灵回转原来这点心真理的灵气，予咱行顺路心，无形伊的本性，只有看出先天这点理啊。有咱行向无形界的心意。我只有照着通灵的本性，这是咱恢复清净的心来讲到无形界，咱的本性是咱这点灵气转转来咱顺母啊的心，走向这么啊顺的天意啊。只有咱显露一点理，顺这个心啊，见母娘这个灵格啦，是咱有顺这条心意，转转来咱见天啊，到咱有这尼啊稳的灵性，咱只有来对着清净的本性啦，伫咱回报这点气。咱走向顺家的心意啊，是咱母娘的天性，是咱看有现世界本性啊，显露是上天性，转咱有无一点理，走向咱的心啊，拢是心相通，心相传。咱才有心中这条原形啊，落地咱这条原神呢，这是咱见原体。今母啊，这条本神，予咱找出着原灵啊，是咱用着清净的天理，在世间咱行的心气。是灵的法界，是咱讲通天自在。咱有这呢啊清净的天意，再来讲兑现咱的心嘛，这呢自在。自在就是公平气舒啊。这是咱咧讲的天理，得通咱个人的心知影。这就是咱了解理解。有咱原来这个天意，予咱进入到无形界这个心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，回伫咱心内底这个元神啊，是咱有稳一点气，是咱出元天母娘啊的心性啊，我才有这呢稳的天灵，予我行的。清我的心，是咱顺着无形气，咱对着这尔啊种的心性，我有这点灵魂的天界，再来讲集中咱的本性，无形伊的天意，只有向倒转来咱家己，是咱注定一条心。咱照阿母啊，这尼啊顺的意思，
拢是注定这个天界，拢是五道当的主宰。有咱一条青天理，咱才转道当的顺天。无形伊的本源性，出自咱即马这个原神呢。我有遮尼啊顺的天意，是入伫我即马这个心内底为主。现着清净的天意落伫顺家咱的心性，我爱来讲着通灵真理出定是天界，落灵转正是神，无形赐咱先天意，导咱落家这条心。虽然无意这个天界，落伫清净所在，咱有这条清天性，入净咱世间用。这是咱恢复清澈的天理。咱有金宝降临，最主啊是咱这条教，真灵本意落天来，转灵气中顺自在。无形现世会得清，转咱归元无异啊！这是咱行的上天神，咱才有遮尔啊稳的天灵。无形伊会显出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心气啊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心，带有咱遮尔稳。阿母啊，一心，你有正法如灵，我再来讲顺家母啊的心气啊，是伊清净的天，我爱有阿母啊这点心，转咱恢复天灵，顺着这尼啊明的心，咱走母娘这尼啊稳的心。是咱有顺一条灵气，显露遮尔啊静的心神啊，这是顺家的天意。心内啊，咱的母性，予咱转的这口气，走向着清楚咱的心病，拢是安住这点灵性，拢是照着咱先天发射。这是出家的现场，我才有这么稳固的心来传金母啊这个圣意。这是一点灵清净，归咱原来这个天意，服侍啊这条心。这是咱倒转，要服从先天的本性，尊命啊咱这尊神，是我以清净。这点灵性来到心中啊，显得清。真理是天性，转咱落家是安静，是伊正觉一点气，是咱行向清净的心性。无形爱咱回明，到来一条灵气，伴咱永远。则是顺性，金母啊，予咱遮尔啊顺，咱则来讲着无形的法性，是咱即马顺一心、顺吉、对顺悲，啊嘛是顺真，所以用单顺单就是一啦，这就是咱讲的无缘无性，穿到咱这个心内底即阵，这就是。咱的性能，咱的能量，是我用着这点灵气，顺着全面这个阳性，这是称甲咱的心啊，完全拢是自在啊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意，咱见着原来无娘的心，真理原灵是多色。
教化有路是天性，开源转转来则是天灵。有咱注定无形神，咱则来落家正灵啊！显露顺家无形界，毁了清净金宝心。天使灵源落法界，清净做主现在。受咱这条清净的气，通流咱家己，一点灵光，一点神，转咱落家遮尔啊静。显露实证决心，传来无形的意啊！清净则是道性，教化则是咱的本性。阿母啊，爱咱有遮尔啊明的心啊！天元是灵天台，做主是无牛意，回到清净则是咱的心，这是原来的灵性。我再来讲到清净这尊神，有咱这么稳的本性，咱再来向先天这点灵魂真理的灵气。咱爱向的是天，有咱正觉这条灵性，打通咱这尊神明，这是咱发射灵源伊的灵气，直通咱也无阿只。这拢是大自然，咱发射着无形界这个天性，转回咱的平静。是咱遮尔啊清的天意，头壳顶，甲咱身躯外，这个虚空，这是空空，只有老母这个能量尔。我爱是正法通灵，只有老母这粒元神关掉掉啊，显露的天意，清净是道心。无形出咱天元，落伫心暗处，是咱清净这条灵气，是咱兑现无形的心性，这是咱传来回报伊。上苍见咱顺天理，咱有遮尔啊稳的灵性，再来讲兑现本性呢？灵源有正天意，归咱落家无原心，这拢是咱的灵性，自古咱的心，咱才会当转遮尔啊静，恢复一条灵源的灵家，这是咱顺着通灵的本性，命中带的咱的原心。显开则是天意，人讲见青天则是道心，无形恢复是天界，做主无形实在啊！转咱一点灵气，恢复清净这条心，咱有道家的天性，转过着无形这呢啊明。道来一条正天理，映出上苍一点气。我爱照着无形的心，看咱有路遮尔静。随着通天一点气，爱咱恢复清净的心平，是咱恢复正法界，同生先天所在。有咱这点灵气，我向的是归元这个本性的，这是清楚这点气，咱才有共同作伙修炼咱这条灵性，见咱老母这个清净，发射着一点灵气，做主实在世，咱的心愿拢是归落来遮尔啊静。我爱在世这尊神，咱才会以情
是咱本源本意，净出着灵光如心。不应该是正天性，咱爱是上天性，灵魂伊的天意，是咱道家顺理，用咱一点灵源性。咱只有徛正清净，伫咱随着通灵这点缘，咱才有无形界这个心，拢是注定这个灵气，咱才来向有稳这条心，无形界则是天意，走向清净则是道心，这是咱兑现的灵气。我爱向着顺家的心神，无形的天理，咱有兑现道家，这是咱顺着先天阿母啊来向正念顺的意思，拢是显露的本性，咱才看有正念清的本性，灵魂伊的天意。老人顺无心，咱有遮尼啊顺的天，拢是显露这点价。咱再来讲出定这条心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只有证着咱心内底这条本心出现。这是咱个人为主，洗净着咱的心。打通咱原来这个本性，在在是我用着清楚这个天性，这口气呀、啊、通灵，回到我即马这个心有一个主定，这就是咱的灵性，嘛是咱这条主魂主人，这是照咱清净的天，我爱是这口气。现伫在世间，我行出来这条灵性啊，显露是正法界，行通先天自在，修咱合体这条灵性，归咱尊名，阿母啊，这条灵，这种是通灵的天意，直通咱原来的本性，转过着无形的安静。是咱主要通天理，是咱行的遮尼啊清气，有咱无形这点神，咱再来讲遮尼啊稳的灵魂，真理是天意，见咱母娘是道心，我爱是正法这条灵气，落伫遮尼啊清楚的神意，拢是注定。的灵性，拢是打通我的清净，这是直通咱的母娘转过着咱的心，这么啊安定。上苍伊予我即间开，我只有行向内底这条本灵，轻轻松松，清清白白，这是对我个人养性，无形界咱的同心。做过则是咱的灵气，行向则是咱的顺势，予咱有照着实际这条灵魂，咱才用着清净这条心，是咱有稳这点底，是咱显明家己，我有这点灵源的天，拢是注定的灵气。咱再来向着先天母娘啊的性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魂，只有顺到这尼啊明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直通咱看出来金母的心。你有这条清净的天，我才有母娘这尼啊顺的意，到来敬天的灵性。掀开原来本性，落伫清净这点缘，
咱爱落定家己，收咱一点零件，爱咱母娘团里接受着咱的元神顺家啦。这是清净的天性，直通咱母娘的本性。咱有遮尼啊顺的灵家，再来讲着出窍，咱的心，拢是直通先天的所在。我才有无形，予我这条灵遮尼啊正。这是照着咱的原形，无形界只有用着咱的无形体、无形相、无形法，安尼咱才会当讲顺着虚空，因为虚空咱嘛看无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，咱道家即阵心明，天开原来有注定，洗净法界落灵气，顺着母娘伊的心性，转达咱的清净。有我这条灵元灵气升华，我这个心随着正统这个天界，念得清净这个自在，这是我心的体会，嘛是我倒转来这种念头。阿婆啊，爱我这口气，会当念出着通灵，上苍有路正天理。开元顺家无去，显露清净是天界，今生原始自在，合咱一条正天性，开元转过心平静，这就是咱心明的经典。我爱是得通这本经，安尼才会当度众生的灵安宁安静。是咱这条清清楚楚的天生，阿婆啊，才有这样顺的意思给我。这是咱家添，嘛是增长。在世间，我要向天倒转来，念这个经是助我的力，向着我心内这条元神光彩，是咱直通这个天意。我爱是这么啊周密，阿母啊，和我讲的是上天无形家，这是咱的清净本体，念出着金刚，原来这个本意，我才会法度照天发射着无形这条灵性，见咱老母这尊神明，这是错路的金丹。安尼，我才有这个大道通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正理正神，采伫我即马这个心，顺着先天的理，青天见庙顺落来，青道教化定自在，甲咱这条灵元的灵气，增长我这条心，恢复则是天性，关注啊！这是本性，我爱是取咱先天这点气，咱再来行有顺这条神，是咱无形这个天界，是咱行时空现代。我照着通灵这点气，会当看出着先天。咱阿母啊，这条灵性恢复咱的天元天灵，这是完全。全民性的传播的，所以讲，我只有用心待伫遮，我才有金宝这条灵性，拍通我这条清净的境，拢是集团这个天性，伫赛道转来，咱的心安静，是我用着这条清澈的天界扶持着我这条心，显露是正法界，回复。这是无牛气，我爱向的是这个天，拢是注定的灵性，拢是拍通我家己的心性。这是虽然有运的天，接到转来元神的主宰。你有正觉慧能，我才有这尼啊清的心境。
灵源，然后正天理，爱我向的是先天气，灵魂然后照天命，咱爱是度咱的神，先天灵啊，是伫咱这个塔格内底，伊是主宰，伊是主持的，咱即卖的恭敬是照光明公道的，啊，这是通灵的天意啊。咱要恢复原来这个真啊，啊，咱只有讲道尔尔，啊，道就是圣，就是母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咱爱修圆来补缺。想修是要修圆满啊，修圆全啊，完美啊，一丝丝啊，咱都无爱有缺陷。这就是咱讲的天性，咱要行做伙的天命。是咱这点灵气，咱个人呐、啊、爱要求，上苍这点灵性保咱圆满满，这才是真神出家啦。一点点啊，咱都无流失，这才是来讲到清净的天性，母娘啊教咱的效率，这尼啊充足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。嘛是咱点清咱家己上苍的灵性，只有看透咱家己的心，是咱有无这点子，是咱向倒转来这条心，伴咱阿母啊这条灵魂，先天这个灵气，只有行正通灵这个天，我有见到原来这点灵性。才叫醒我即阵，无形界是通我的本性，我再来讲着顺家现主事，这就是我照着天来感化我家己，修炼倒转来我这条灵性，亲身落架这种证明，天元顺理现世现，转落无娘这点气，安住在世咱的心意。是咱通天无形界，是咱人生出家的主宰，是咱以清净这点气，是咱悟道当啊修炼这条心，是灵魂这个天界入定中这个主宰，现咱一条正法正天性，入伫咱的心，这么啊安住。修掉的则是咱的灵性，咱有这种制度，则是咱的清净。这就是咱儒家的天理，法制伊的排列。咱照着虚空这点气，升华咱即马这个感觉，你才有这条清楚的天性，敢若亲像有顺着这个虚空进行，拢是直使。咱的本性，你才会当通灵，落加这个心意呀、啊。天元顺了无形性，感化落来照天命，一点顺加的灵气，咱只有向着这呢啊种的心病，一点元天的真意，我只有来讲顺加显明。你有正法这点气，我才带有顺家的心神，拢是稳定的天性。阿母啊，落家这么啊安静，这是咱顺着天理，我才来讲着这么啊稳固的心意啊，拢是这点灵性，你才来看现家己的心情。我有这条正法正天理，参咱见母顺天，是咱有顺这点意，咱再来讲顺加稳定的心，有咱正法这条灵性，咱再来讲通灵，这么稳定，是兑现一点气，是咱行向这么顺的心，阿母啊有这条。灵魂的灵性，我再来讲教，这么清净，这是咱儒家的天理，
直通咱的脑神为基。阿母啊，爱我落定这条灵性，开源转过来，我的心的平静。咱不爱亲像海浪起起伏伏，人生咱嘛不爱亲像讲苦乐这么分明。只有平常过日，咱平安度着咱这世人，这就是咱处观天的灵性，不爱大风大浪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理本源，修炼这个平静心。有我这点灵气，来讲到开口，这是做主的天灵。每一个人拢会惊入到咱现主是这个心境，来做主你的元神。这是咱道家的天理，点清咱顺母这条心。徛正有稳，这尼啊明，落地清净这点气，咱做伙则是通。有咱元天这条灵性，咱叫醒心内的本灵，拢是法界的灵性，拢是生出着咱这尊神。上苍爱咱是清楚的，咱爱是这粒圣果。这是咱传法的天意，咱再来服侍这条心。无形界这个天元，只有升华咱这个内证。咱爱是这粒上界清气的，母娘啊加持的，咱搁再收倒转来咱的本性元真。这就是咱讲的通天入定中，我家己的实现。以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性，阿母啊，予我这呢啊明，清甲原来本样，这拢是发射咱的天意，直通金母啊，这个大自然的上天，真愿显露是正天性，开源转见无形境，度化这条正天理。看透心中无形见，上苍有路是天性，开悟转达是天命。这是咱一条清清楚楚入伫咱即马这个气场的。我伫这个无形这个气流，咱才会当用到这呢自在的心。这就是咱的太阳，咱的太素。这拢是顺着这点灵气，行着太素、太初，安尼我才有这个太极的味。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行回原来迄个大，原来迄点太，这就是咱讲的天元天性、大性、太性、智性，这就是咱极这个道。这是咱讲的天元本性，做主啊，现场的，是咱接近搁接近，亲近搁亲近，这就是咱看的本源性。咱爱是上天性呐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理。咱爱恢复清净的心，灵源本已到天界，做主传达。上天知，咱爱恢复正天理，知影先天留无去，灵源顺路则是天性，养咱道家则是本心，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性，咱爱顺无形这条原理，这是无影无迹，但是咱有这个气在流通啊。咱的身躯有这个肺啊，所以讲咱才有这个磁场啊，有这个气场啊，有这个小印啊，有这个小胶啊，啊，咱才会通啊。拢是有内底，咱咧讲的印度这个信息，咱咧讲的成分，是我用到这呢啊清楚的天界，
阿母啊，予我这个魂来，安尼我才会当照这条灵性，拍通我个人的心神。灵源本以乐发天，顺咱一条正天灵，恢复清界无异，转咱顺定心理啊。这就是咱顺家的灵性，教咱转过来心清，拢是真稳这条灵性，直通咱母娘这条本性，无形上。今日讲的是看无的，这条灵性自古到今嘛，一渐条条的，啊，这是未失的啊，这是咱原来的正母啊，的母道道母啊，啊，这是天性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是大自然，会当穿到咱的脑神，咱会当受到教化、教训。啊，咱才会当清楚，真精华，真自在，真维系。啊，咱才会当行入来。这是清净的天界，无形做主，这个可靠，拢是本源本意，拢是出咱脑源这点灵气。咱有这尼啊纯的灵性，是咱随着通天。阿母啊，来讲着神意，我有遮尔啊稳的天性，咱才带有无形界道灵。你有正法一点气，咱才来向顺界心病，灵源有落的灵气，转咱见母是天。我有正法一点性，咱才来落家遮尔啊顺境。这是无形的天性，咱集团这尊神，无形界只有讲天理，接触到咱的灵气，是咱原始这个灵性，是咱取到金宝这尊神，咱以元天元灵，自古合正，原始合地青天的理。我才会当见缘金母啊，这条神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。直看咱的心情，无形爱咱有清家，恢复到原来这个主。今仔日咱是心做主，倒转来找咱的心的主脑，就是咱即马的领袖。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，大自然这粒完整，无错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理。我倒转来金母，这个规章好好，无错，这个完整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来讲到本源本性，见妙啊！天灵落来顺天意，上苍落家。照天上了无形这条灵性，开悟转正咱的心性，有咱这条正法界，有咱来讲着清净无心，这是咱传法的天界，来讲着无量自在，拢是现世的天意，拢是看出。咱的心理，这是原来的本性。咱只有见到通天，金母啊，这条元神自自在在啦。这是咱的内定，内定只有观自在尔尔，自在这两字啊，顾咱的心尔尔。咱这个身躯爱自由啊，心爱自在啊。所以讲自由，就是后天的啊。咱这个身躯，不爱被压迫啊，不爱被关咧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。你会当呼到这个完整，洗净着咱的真性，传达着无形界，咱的相通。
是咱这条魂，魂都看无，咱叫做无形界。所以讲，咱是用咱的心主这条魂来见元天，阿婆啊，这条灵性，灵是性啊，是咱行正法心，是咱来加强咱的本意呀、啊。这是上苍的天性，内外咱的清净，落伫这呢稳的天意，咱再来讲顺家。金宝啊，这条线，拢是兑现这点气，拢是转动的。咱的顺势，天元有落静咱心，符合咱的本性。这是咱度化这尊神明。我有这尼啊稳的灵气，咱才会当大家顺宝啊这条线呢。这是咱随着。通灵的天理，掠定在世间的圣意，顺着这尼啊稳的灵性，咱再来讲回转先天神，拢是注定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向顺家的心，是自在这点灵气，是咱悟到顺理这条线。无应该伊的灵性，只有咱来讲到出家的真灵。随着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看现家己。你有正法这点灵性，咱才带有先天这尊神明，落伫原来的灵气。咱只有显露清净的心性，无应该只有天理。我爱酒家出家这个原神，这就是上界极端啦。要讲啊，讲啊，做至极啊，无比这个较悬，无比这个较清楚啊。这是咱个人的体会。我将伊安尼来表示，所以讲咱只有近道尔尔，因为有时在身躯嘛，咱这个私心还够大嘞嘛。啊，佮干掉嘞嘛！啊，这就是看你干掉嘞，要安怎用啊？咱所教修正观啊，伊讲爱善用啦，善用就是中和啊。这就是咱行的清天理，爱咱道家见天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性，照着通灵，通灵就通天啊，通天就通空空啊。无物件哦，做无大千呐、啊，什么物件拢无啊，只有这个信息尔尔。这就是咱恢复天理，光影影，咱这个心意，真愿落来现世形，转咱归家心清，灵源有落这点气，转咱顺家则是天。所以讲，咱咧讲道入神的时阵。是空空无半项，啊！你若有照神明，啊是照公敌的命有无？啊，这就是跋落来后天啦。先天伊是无半项啊，只用灵语、灵文，用着这个灵修接、修薄，就是讲修善心，这种气场尔尔，修薄就修木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呀、啊，敢像咱木性库安尼无？啊，这就是咱照着通天啦、啊，要解说咱念珠是先后天。你这个心清净甲落，安尼你才会当分别啦、啊。啊，修行就是要知啊，先知先觉啊，唔知就不觉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啦、啊，转落咱的心啊，这尼啊稳定，拢是得达的。今天我是虚空落伫我这个心境，心内底啊，这种发射表达，这就是咱这个心啊，有照金宝啊，这个教育，这条连连的线路，这就是咱讲通灵的本意。世间啊，道家为主，现咱有落正天性。开源转倒转来是顺命，
我爱是这条清澈的心，平静这么稳固，前路拢是天意，开元见母则是路神。咱有这么清的天界，这是咱本源本性，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心。前路是团结，阿母阿在讲，这是路神。咱有这么稳，稳就袂变形啊！今日是要修永远的啊，固定的啊！啊，这才是咱真正英雄、雄雄、兵雄，是咱照着大自然安尼生啊！咱无增加一点一滴的辅料啊！所以讲，我即马是以心，亲像天这么光，这么自在。大自然给我的信息啊，这个资产、这个资料、这个资本啊、这个资源啊，这才是咱讲通灵的基础啊。因咱要生下来，母娘拢给咱人人啊，这个本性基础的啊，无缺少的啊。啊，这才是我找回来真正的天地，全神啊，咱的本意啊。现咱转路是天意，亲身行入来则是路灵。有咱这条正天性，牵咱顺家无形正。讲经爱有内容，这个音线。啊，你若跳针有无？都无内容啊，你咧。咱听了有无？都未入神这条路啦。所以讲经是讲到心内底这个心经线。安尼，你才有这个机会好反省，将着你无明了的，将着你这个灵的迷茫、迷糊，可以当醒起来，可以当悟到，照着母娘这口气升华，甲咱的头壳顶，安尼才有法度出动出窍。这就是咱一条清澈的天地。用到这个心要去飞空，册写甲真分明啊，但是你个人是袂晓用啊。啊，一个体一个用，你要有这个整体啊，啊你才有这个动用啊。啊，这是咱做机吼，你本来就爱悟哦清楚啊啦，就讲爱训练甲教啊啦。这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气，咱要叫走入虚空。虚空是咱即卖咧讲的清净心呢。啊，清净心只有母娘这个纯阳的能量呢。啊，甲纯阳伊都无形嘅啊。是咱用安尼来表示，你才知影讲功夫伫倒啦。哦，咱今日要讲的是性质呢。性质就是咱这颗心的流通啊，啊哪个有其他？心空空就无半项啊，啊只有甲母牛对照尔尔。天元见母是天性，开元转咱是天命，有咱顺着灵元灵气，咱才走入正法。咱拢是对这出生的，拢是伫这生出来，一再一再。这个道母道种是伫遮的，敢若亲像咱的北极、咱的七星，这个岛边是伫咱即马这个银河中央，伊只有慢慢啊生尔尔，生伫东边就是春天，啊来则夏天，伊是小动状尔尔，敢若一个小圆规，啊咱是爱入来这个中央啊，原来出生这个所在啊，咱叫做母净圆净啊。这就是咱咧讲功课，你爱知影咱的作业，现主席进度分明。咱人拢有判断力嘛，你一日讲我就输入来，我这个脑神啊，啊我脑神就乖乖接得啊，甲你相通啊，长对照就是安尼啊，程度有够，你就对得来啊，程度若无够有无，啊就对较袂来啊。但是神是外神啊。
你当开始的时阵，太主会来甲你教，教你这个心胸放内啊，你也会当开闭啊，食会落也放会落啊。啊，这就是消化。所以讲，今日要讲的是正法的灵性，开源咱的本性，落加一点力，小团见会到，对方会足欢喜的啊，会敢若亲像起舞挥舞安尼啊。哦，起舞飞翔啦，安尼比较较标准啦，敢亲像咧飞，心真轻松，真快乐啊！啊，修行就是爱生欢喜心啊！啊，你甲沉重有无？啊，你甲要死哪样有无？啊，愈修愈艰苦，就唔好啊！你可能心啊有受罪哦，有白条的啦，是咱不管什么教。啊，咱就会当亲口安尼来对咧，安尼来讲，讲互开腹，啊，咱才会当食下落、放下落会消化。当场安尼咧练，咱才有这个进步的空间。显露是天意啦，修行拢是缘分嘛。所以讲，你若定浸伫这个真的有无？你无感觉安怎？你若看到一挂初学的有无？啊，较边边啊。无正中，无敢若像金宝来教的有无？边仔遐个学生有无？遐个师兄师姐有无？你就会感觉到啊！啊，这毋是批评呢，这是我要讲予大家知，大家走向着咱这个有缘呢，就是讲有你的主神来引你的主庙来看教你这条魂，你才会当归元啊！啊，归元是啥？当白啊！西方金是白金的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衣归衣，人穿衫，穿甲整整齐齐，咱才有一个依靠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呢啊自在，是咱内底这个心穿衫，唔是外口穿衫，大家嘛要穿。这就是咱讲的天元道性，金宝啊，教咱这呢啊完全。心穿衫是要做啥？咱才有这个力量，咱才有这个分量，你才会当讲较够。你心内底这个依靠，这粒珍珠，这就是咱集中。你会当塞入啊这条元气，这就是咱得到的自然生。万免你用神，万免你用知识、集智慧，这拢唔免。大自然的物件。就是母啊，伊所说的啊，母啊嘛是靠着大自然安尼受伊活的，因为多本自然啊，唔是多效法自然呢。你要搞清楚啊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道性，教化咱家己这个完整。显露是天意，清净则是见天。老母啊，度咱，今咱出家。是现场的，有的讲当前，有的讲当下，有的讲现主时，拢会当讲啦。虽然即马即个押韵啦，因一句一句话押韵啦，你听了才会顺会入耳啊。啊，你甲乌白跳有无？啊，都无一个规则规矩啊，啊，都无法则啊。就你心的制度有无？啊，未集中啦。我唔是讲安尼无好哦，我即马是要。调咱现主席的高级品哦，哦，这就是高级的哦。所以讲，今日咱是爱高级的，咱的三元都是天元，上上品级的。无你嘛爱上中金品的，上下级品级的，啊，你来甲中品下品了无？爱到下级品去。所以讲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只有上元有无，伊才会舒服啊！啊，你若讲下罪，啊，搁消灾有无？爱道啊，搁有罪业哩。三元产品，你爱悟会清楚啊！你是怎要用下罪？你的心啊，无够清净。你是怎要用消灾？完全这主搁济，因果循环搁来到啊！你爱知影内底意思啊？毋是咧拜咧拜神啊，拜咱家己。你会当脱离掉迄个苦，脱离掉迄个病，或者业障，是咱
得通这个天意，是咱归元落心，顺着清净的天、公平的理，咱爱则是顺着天命。咱人拢是要洗罪，要改过。一世人你若咧行，你就向神门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是这点灵气，咱才有善财良禄啊。这就是咱的良财。哦，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点灵性，显露清净，咱的本性。在观音边啊，你若会当做甲这尼啊良善，亲像良女啊，查某变良，就是顺阳。啊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倒转来天顶，良伊才会当自由飞翔啊，伊才会当飞龙在天做主啊。这是鼓励性啦。哦，所以讲观音的大量，你就知影讲，量伊就千变万化，力大无穷啊。佛祖阁会当徛伫顶悬，你就知影伊的功夫。所以讲观音佛祖，伊是变化万千的，伊是道大自旁的，伊是通灵教主，伊是正法明如来佛祖。我讲的就是东王夫，导咱这条正法正理。传咱原始恢复心，咱才有这么正的天界，无形主宰度咱灵，教化心中有路径，一点灵气现世界，转咱回报正神来。